欢迎收看英村的我拍摄日常 vlog。老板的话可能就是这里走动有一种老板的气势的气势磅礴的这种感觉。来拿个近景，这个景太大了，刚刚才拍好第一个场景，今天谢谢开发商赞助的场地。哦，非常聪明的，这是生意上不上销售？还好，不像啊。销售主要是要有激情，就是衣服无所谓了。嗯，我觉得衣服有所谓，毕竟这个脸没有换，所以衣服还是蛮重要的。对，是对着市场部说的，对吧？对着市场部说的。一大堆，今天的拍摄结束了，然后明天复活节开始了，复活节去迪拜出差，我收工。来英国上海人，我说关注我。